打个电话看一看。打开，我给老板打个电话。打什么电话嘛？他，你打开嘛，打开。他自己会来的。打开，他都，快点打开，我问一下。啊、这是个是礼貌哈，问一问叶总什么时候来。拿来，拿来。不要打了，他自己会来的。他都说了，他忙完了就来，他也知道。快点拿来，我给老板打一下电话。打电话，我刚才都说了，我感觉，因为我们两个走到哪里都很真的很尴尬，摔个肩膀。没事，管他呢。哎，你看我们这样子坐着，你看菜都凉了，我们要不先吃吧？再擦一擦这个水，擦一擦。不然的话，然后我你拿点小吃，我就这拿两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不饿。没事，我让他们上一上一点小吃。不饿不饿，没事没事。那你走，不忙，那你看，我就叫他们上一点小吃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我在家，你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跟我说话，我都说了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，一梦？跟你讲，你我要是他要是把我娶回家的话，哦，他你就幸福了，知道吗？就幸福了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能开出口那种什么把人家儿子介绍给你的？有问题啊，一梦是帅哥你们对不对？我感觉你，我真的，我跟着你到哪里都是很尴尬，知道吗？尴尬什么地方？不要问人家，你就不要操心我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不要说，人家都。给你拿一个，就是那个南瓜饼，是饺子，谢谢，看现在吃啥？是南瓜饼还是饺子？谢谢，麻烦了。饺子吧，小吃，是吃南瓜饼还是吃饺子？吃饺子哈。那行，你还不用了，不要南瓜饼就可以了，姐，南瓜饼就可以了，南瓜饼就可以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阿姨莫。人家拿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而且不要老是说吃饭这种事，好不好？人家是有礼貌的人。哎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不要打扰我。人家是有礼貌的人。我在思考问题，不要打扰我。我在思考他，那个你走的儿媳妇，他的那种要求啊，会是什么样的？谢谢谢谢谢谢，你走，当你的儿媳妇的话，那个有什么要求啊？有什么要求？没有要求，没有要求。那我是不是可以？那我是不是可以竞选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当你儿媳妇了？太逗了，这小妹妹。有什么要求吗？你就说出来嘛，我能做得到的。我没有要求啊，就看哥哥有什么要求。对，看哥哥有什么要求，知道吗？对，但是引荐给你们嘛，认识嘛，没关系。你不要这样子。那你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吗？哎哎。哎，太逗了！哎呀，这妹妹太逗了。你们穿这件冷不冷？不冷不冷，冷不冷？不冷。这两天天气有点降温哦，多穿一点，明白没有？你也多穿一点，保暖身体。到时候没事，反正常过来走走，到处看看。好，这里很漂亮。对，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。对对，很漂亮。夏天还可以蒸梨子。对。夏天这里的风景挺好的。我感觉李总你就是眼光好好啊，你把你的店里面就晒出那个会所也是很漂亮。就是装修的很漂亮，这个地方也是很漂亮，就像跟你的人一样很漂亮，真的。哎呀，夸奖了，因为没事干嘛，反正就是做一点产业链，然后大家常常在这里呢，也有一个玩的地方，吃喝玩乐嘛。现在大家都对三朋四友的聚一聚，是很漂亮。到时候呢，给叶总啊、妹妹啊带妹妹过来多玩一会儿哈。好好，谢谢。常常来这里，把这个当自己家也没问题的。好，谢谢，快点，谢谢哈。你走，胖乎乎的，哎呀，招财猫。那么你先喝嘛，喝一点点，他马上就要拿那个饺子过来了。我看你也饿了。不饿的，其实我们两个不饿啊，因为他说话就是这样子的。没有，我们两个，他都不给我做饭吃。是这个时候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夸张啊？真的，我说他说他这个人很坏的，我很可爱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把我那个，对吧？你不要这样子说。他的话，你看他啥也不会干，家里面的干那个家务都是我干的。是不是？是呀。真的吗？是呀，所以你要是把我娶回家了，我什么都会做，知道吧？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吃。
做饭是不是唯一的哈？你要多学东西，知道吗？才是最好的。啊、哦，小女孩还是多学东西。我什么都会的。你什么都会啊？对啊，而且他的话连字，你把那个电话给我，我打电话给老板来了没有？你不要在这里说了，快点，把电话给我一下，拿来嘛。他都说了，他自己会来的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没事，慢慢等嘛，聊聊天，慢慢等他。然后等一下，反正饺子上上了，你就先吃哈，饿了你就先吃。你就是那个、阿紫，你想吃啥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啊、你想吃啥？我不饿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谢谢姐，我不饿。没事。你们每天什么？你们几点做直播啊？你们？我们的话就就随随便便跟叔叔阿姨聊天，因为我们叔叔阿姨们都是很关心我们的，他们就想知道我们晚上去干嘛了呀，白天干嘛了呀，这样，所以就是。嗯，怕他们担心嘛，就比如你看今天出来吃饭，我也给他们开播、这样子。哦，那挺好的。李总，你是喜欢我一点、还是喜欢他一点？我都喜欢啊。你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只能选一个。嗯。那你让我选谁？选我。选你。选你，选你，选你，好吗？选你，不要说话了。你看，姐姐好对。对，已经让着你了，知道吗？没有，什么叫选我选我？那李总选你想选谁嘛？我想选谁啊？你的意思要求我选你是吧？没有，我说的是你想选谁的意思，是不是？那就选你呗，对不对？这你高兴吗？选谁都一样。对对对，好了，要听话了，闭上。啊，乖乖的啊。他很喜欢乱说话，他就这样子，很喜欢乱说话。那是很超准哦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彝族哈，你们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是不是？哎，亲戚朋友全在一起是吧？唱歌跳舞的是不是？对对。哎，就主要是火把节，火把节我们都是，唱歌跳舞，坐在一起跳舞啊那样子。过年的话没有跳舞的事，过年的话都是，拜年嘛，我们跟就是走隔壁邻居家，这样子的。互相去拜年是吗？对，第一天杀猪，第二天就是拜年。因为第一天的话，杀猪的话有很多要做虾肠呀、腊肉啊，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你就没空嘛，就第一年就不会，第一天就不会拜年。第二天我们就会去拜年，就跟隔壁那些邻居家拜年。第三天我们就跟就是远方亲戚走亲戚这样子的。这样的，我们过年就是下次有机会了去我们那边过年。可以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客户，他也是你们彝族的人，因为有一段时间就请我去，我还没有去，然后我就看他们能够上我的，在那个微信里面，在抖音里面发，知道吗？能够上我的，他唱歌唱的挺好听，好像彝族人唱歌都唱的挺好听的哦。没有吧？哎呀，快点，李总，快点，老板终于来了，我的天！我在直播间说，我找不到路，我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我在直播间说让你连麦，你不连我。我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快坐，就等你了。我们其实不用等我呀，不用等我。老板到了，帅哥，来，一会儿来把这个打开，扣一下，再来，你不是饿了吗？赶紧，对，把这个开一下。因为我们就是那个，所以我们就先过来了，老板。老板辛苦了，一总辛苦了，你看每天这么忙。没事，就是刚才路上有点堵车，不然应该早点到的。来，李总，我跟你说一下一个事情哦，你看啊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谁当你的儿媳妇最合适？我们这个话题就暂时放在一边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今天晚上说一下嘛，我就想听一听，我就想听一听。来，这个那个。谢谢。那个就是吸管，要吸管，来，拿上啊。最搞笑，没办法，因为就这样。那个那么我们就开始，看到你们饿了，一总也来了哈，那么就开始哈。你也饿了吧？认识你们那么久了，很高兴哈，认识两个小妹妹，来认识一总，真是缘分呢。我想当你未来的媳妇。哎呀，干啥呢？他老是这样子，老板，他一直这样子。今天你今天不凶了？今天不凶了吗？你平时那么凶。老板，你给我点面子嘛，不要这样子说。哎呀，今天这么乖呀、
来来来，易总，来拿个叉子，来，快点，妹妹，我给你夹菜吧。我没有没有，你快点吃，快吃，没事，快点。没事，我给你夹吧。你想吃什么？吃这个鱼好了。这个鱼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，它这里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主打的菜哈，这个。没事，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，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没事。妹妹有饿了。谢谢。嗯。来，阿紫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接，我给你打吧。来嘛，来嘛，谢谢。但是家常便饭啊，这里主打的特色就是鱼，这几种鱼还可以。谢谢。来，易总，来我来。我自己来，来嘛。这个姐姐太好了。哎，李总太好了。对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简直。哎呀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来都是客，好香啊，这次就是缘分了。谢谢。嗯，看看味道可不可以？嗯，这个鱼可以的。对，真的好好吃啊！看看老板吗？我在这里，快吃啊！你不要拍我吃饭的狗样子吗？哎呀，大家不要客气啊！看你自己。对呀，啊，李总太客气了。我是芝麻。我看一下，给你。现在你们看我吗？我看有没有红包，给家人们发个红包吗？给家人们发个红包，等一下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们差不多8000个人帮妈点点赞再刷一个节嘛。点点赞赞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，妹妹？好好吃啊！可以吗？嗯，阿紫，好吃啊！你也多吃一点啊，你也多吃一点。易总，哎，好好，先吃，不用客气，等一下凉了。我给阿紫的粉丝发个红包。啊，这么好！老板天天给我去刷一门放红包。哦，你看你老板真的会做生意。我感觉老板也好。老板很好。现在又出来一个那么好的姐。年轻有为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对着我。他们想看你啊！我吃饭好帅气哦，哈，又年轻又帅气，看没有？嗯，对。那老板，哦，这鱼好嫩啊！还可以吧？嗯。苏三哥，姐们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们又要看着我们吃饭了，就像下一次一样。谢谢点赞，看看女老板是吧？女老板她说不，她不想露脸，帅个钱吗？她就不好意思，要不露一下吧，姐姐。吃饭。要不给苏三妹看一下吧，因为我苏三妹他们想看你。到时候。阿紫啊，你老板不想露脸吗？就尊重你老板吗？嗯，那就算了吧，帅个钱吗？因为。嗯，那个，因为你老板对比较那个，嗯，对对，可能他一露脸，很多人有可能都认，有人都认识，有粉丝都认识呀，有可能就是乐山这边的哦，对啊，对，快吃哦，看到过的吗？快点吃，快点吃，好的，快吃，你也吃，有的粉丝可能就认识。昨天看见了是吧？没有看见吧？好不好吃，妹妹？好吃，好吃，加油吃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嗯，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啊？这个点的时候，帅哥姐。看过临走是吧，在我直播间啊，好像没有。叶总，嗯，味道还可以吧？啊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这个麻辣的，哦，可以，将来你们就经常过来吃吧。哎，以后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过来。嗯，我刚逛了一圈，嗯，我们这边风景好好。这个也是李总开的，老板。真的吗？嗯，哇，这投资应该蛮大的。好漂亮，外面都。嗯。嗯，还不算吧，还是马马虎虎。我加油吃哦。嗯。
刚刚在大门口差点走迷路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直播间里面，因为我没吃到这个聊天。因为这里面因为种的树子，嗯，然后那个长长的走廊，嗯，是的，刚刚第一次来的人呢，好像有些人还不容易找得到。嗯，这个建的时候都建了一两年，啊，才慢慢的建好的。因为当初找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是花了点心思，那这里环，这里背靠什么？背靠火，旁边是河。嗯，我们当初来这里的时候，建的时候，这里面很荒的。嗯。打造了一两年，才把它打造起来了。猪八戒天天想吃天鹅肉。没有。今天猪八戒，哦，今天都不好意思了。来，快点！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不用讲，不用讲。来，没事，反正这个又不长汗啊，你多吃点。嗯、好了，可以了。来，阿紫，我的还有，来，我的还有，没事，来，我的还有，那一总，加油，谢谢，我自己来，反正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啊，有点辣，吃得惯，很好吃。你们西昌那边也有这种做法吗？没有，这个这样子的鱼吗？嗯，对，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们两个没吃过。哦，那加油吃啊。嗯。李总声音好好听是吧？李总，我跟你们说，不仅是声音好好听，人长得好漂亮。我的那个，就是乐山普通话，不知道外地的朋友能不能听清楚。肯定能听清楚，你说普通话说那么好，哎呀，我们两个说普通话这个样子，他们都听得懂。我也是教育普通话，人家说。最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谢谢叔叔阿姨姐妹，谢谢送的棒棒糖，不要送礼物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猫咪的爪子，不要送礼物，叔叔阿姨姐妹，不要送礼物，给我们摆一点点关注。听得懂，他们都说。听得懂吗？嗯。我平时还是很少说普通话，都说四川话，我就是怕说普通话别人听不懂，而且呢觉得我这个普通话不正宗。嗯，偶尔要带点家乡的土味。嗯，对，我吃这个。老板娘，要不要跟酸梅聊聊天？要不你跟酸梅聊一下，他们都是想跟老板聊天了。加油啊，快点，阿紫快点吃。你又对着我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我们帅气的叶总，没有，三妹要看你啊，对不对啊，三哥姐嘛，你们这么想看老板？老板那么帅，又有才。我是长得帅，那长得帅又有智慧，对，是不是阿姨母？老板帅不帅？帅哈，不帅吗？你这笑是什么意思啊？来跟老板好好学，知道吗？对，老板很帅气。进来。啊、哦，快点，同学来了。妈妈吃哦。啊、哦，好的。哎，来一起吃吧。来嘛，一起吃嘛。一起吃。我吃了多少？我已经吃了，妈妈吃。坐下一起吃嘛。坐下一起吃嘛。不管，你妈妈吃。是不？哎，我们那个饼呢？啊。来看一下，弄完蒸起来。哦，我就说饼子了，你们上来。妈妈，要不再吃一点嘛？不吃。嗯。我晚些等你嘛，好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嗯。看一下老板的儿子没在，说个情况。没在，应该在读书吧？嗯，没有，上班去了。上班去了吗？嗯，对。下班去那应该也有。他们这段时间也比较忙，经常也加班。有女朋友吗？这个、就不知道怎么吃饭了，都还不堵住嘴呢、嗯。这个就不清楚了啊。吃饭嘛。问一下怎么了嘛？
你问人家，你问姐的儿子有没有女朋友干嘛呢？来，一总，来，我再加一点，来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嗯。哎，李总太热情了。对。应该的，这常常来玩，大家认识就认识了。今天阿姨莫都不发脾气了呢，你怎么不发脾气了？嗯，怎么？她平时还发脾气吗？没有发脾气。没有，没有啊。平时也挺温柔的。对呀、啊，哦，我看小姑娘还是挺单纯的啊。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没事没事，来来嘛，来没事，我们自己来，我们自己来，姐，我们自己来，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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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自己来，我们自己来，然后我们自己来，你吃吧。来，谢谢，姐裤子太整齐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吃都没怎么吃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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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里吃？你就是姐姐她太热情了，帅哥姐嘛。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看给我打满满的一道。来，不是我自己。来嘛，你这样不要客气啊，第一次。你也吃吧，你也吃吧，你看你裤子给我们打。对呀。没事，你自己都顾不上吃，爸爸你是喜欢的，以后喜欢就常来啊，嗯，把这当家一样的，来试试，你多吃点，我怕你早就饿了。是帅哥姐们，你们下一次来乐山的话，给阿紫发私信，阿紫带你来姐姐这个店里面来吃饭。这个、真的好好吃这个鱼，这个鱼确实好吃，味道可以哈。嗯，这个鱼在我们这里卖的挺好的。嗯，好不好？你们下次来乐山了，嗯，我们带你们来这里吃。好是吧？好的，记得联系我哦，下次来乐山的话。带你们去看乐山大佛，然后，去玩吃很多不一样的小吃，什么豆腐脑啊，很多那个乐山那个地方有好多小吃的啊，姐。嗯，对，我们这地方特色特别多。嗯。而且乐山的就是那个小吃是闻名世界的。嗯，这个叫什么鱼啊？他们都说酸菜鱼，麻辣鱼吧？不是，浇油味。浇油味。对。对，浇油味，帅哥姐们。浇油麻辣味。嗯。好好吃，我怕你们吃的不习惯了，这是中微辣，吃的习惯。敢不敢吃？好吃。敢不敢吃中辣？敢。他吃小米辣厉害的很喽。敢吃中辣的话，下次来给你们做那个中辣的味道，这个还是微辣。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。可以啊。嗯，就这个就麻麻的，很喜欢。我喜欢吃麻一点的，帅哥你们，你们喜欢吃什么样辣一点的还是麻一点？应该有些不怎么喜欢吃麻的，你们，外面很多人是。他喜欢吃麻的，我喜欢吃麻辣的，是吧？嗯。你喜欢吃麻辣，阿子喜欢吃。又麻又辣的。吃辣是吧？我喜欢吃麻。喜欢吃麻，你喜欢吃麻辣。嗯。姐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哎呀，我也能吃辣，哎呀，我也特别能吃。嗯，对，麻辣好吃是吧？你们也喜欢吃麻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很多嘎子一样，我也喜欢吃麻的，麻麻的那个嘴巴就。老板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不挑食的。都可以啊、哦。你们说阿姨问吃什么？来，一总，来，来，行了行了。来，没事没事，来。这个麻麻辣辣的，姐姐太热情了，一直顾着给我们打。看看姐姐是吧？够了。来，刚好我最喜欢吃鱼了。嗯，你也多吃点，你也多吃一点。好的，我不客气。哦，阿姨莫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多吃一点的，姐，她现在跟你说多吃一点，我感觉好惊讶哦。没有，好吧。今天怎么这么听话呀？嗯。你要不给我点面子吧？给你点面子啊？什么？什么面子？你说我给你点面子啊？给你点面子，那你那一天上为什么一直抱着人家的鱼竿、啊？我家也吃哦。嗯。还这么多菜。
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想大家家的儿媳妇是吧？快点，今天还有菜哈，赶紧吃。对，要拿个勺子，好麻